2013年全省土壤环境监测职工技能竞赛举行，竞赛以土壤重金属监测为主题，内容涵盖土壤检测样品采集和技术制作要求视频评比、土壤监测理论考试和土壤重金属实验室分析等科目。最终，常德市环境监测站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。